今天来教一下大家这个从木屑里面过渡到菌里面是怎么弄的。需要准备菌、虫子和一个勺子，差不多这么大就可以了。我们如果是新买的菌的话，一般是有这个菌皮的。这个菌皮我们用勺子把它给挖掉。可能要浪费一些，然后挖掉以后呢，在中间钻一下。钻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，不用太深。这是低龄虫入菌，然后把这个木屑。虫子的木屑倒进去一点，和这个菌的木屑混合一下。这样主要是害怕虫子拒食。所以多过渡一下吧，混合也好以后呢，直接把虫子这样倒进去就可以了。这是一个。罗马斗士的一个二龄幼虫吧，稍微压一下，放到中间就可以了。再压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就是这么简单，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记录，把标签给它粘上就行。这个我需要放到柜子里面，所以贴在这里吧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谢谢大家观看。